蹦擦擦蹦哒哒，今夜无眠，今夜无眠，当钟声穿越时空，激荡豪情无限，来吧亲爱的朋友，来吧亲爱的伙伴，让我们为相约举杯祝愿。然后你的嗓子放松了，然后胸腔共鸣打开了以后，就真的很好听，又会非常的什么圆润和饱满，有没有感觉到饱满呢？关注我学习更多技能。